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这里是左营启明堂。我们启明堂是主祀是文圣孔夫子跟武圣关圣帝君。我们这个堂从以前成立到今天，已经有118年的历史了。我们这个特色就是我们现在后殿已经有增建了，增建以后就是三教合一，儒释道三教合一，所以要拜什么教，在这三教里面，我们这里都有。对，我们这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地藏王菩萨，还有佛祖，还有太上老君，我们还有玉皇上帝。我们的玉皇上帝还有分17代跟18代的，所以对，还有另一个特别的，就是我们这里有木工老祖，还有金母娘娘。对，木工老祖还有金母娘娘，这个很特殊，在全省来讲，我们只有我们这里有这样子的设的这个，对，我们启明堂前面这是春秋阁，跟一个观世音菩萨骑龙圣像，在后面那个就是五里亭，这个五里亭就是神佛在那边，在那边招待转运站。这是他这个格局就跟大陆那个渠富县那个五里亭是相类似的，只是我们这里只有盖一座，大陆那是5座，我们春秋阁这个在民国40年间就已经盖好了，当时民国40年那个时代，在我们的建筑业还没有那么发达，我们能够盖这个春秋阁，真是不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当时是名列台湾8大景之一，所以我们来这里看春秋阁，不是只有看它的外观，因为它的外观固然是很美，是宫殿式的建筑，但是我们要深入了解它用什么东西把这个春秋阁盖起来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因为我们以前建筑业没有那么发达，我们没有那个水泥基桩。我们没有水泥基桩，我们底下打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底下打的是木麻黄，整株的木麻黄，跟它砍下来以后，把那个节修掉，把皮去掉，然后整枝打下去做它的基桩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盖春秋阁所应该要了解的一个重点，而且能够从民国40年盖好开始盖。到42年落成，能够屹立不摇，这个就是我们神人合一的这个成果，这个是我们要必须要知道的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不会不会，不会蛀掉，因为它就是很神奇的，而且它外面它木麻黄外面是包了水泥，对，外面包水泥，而且那个水泥是以前。没有那个南蛮贡，没有预拌混凝土，它是完全是用手工去敲的，就是用那个美吉萨用人工去搅拌的，所以那个水泥的硬度都非常非常高，比我们现在的那个美吉萨敲的那个3000磅的还要硬。目前可以看得到吗？现在看不到，包起来，包起来的看不到。没有办法看到，对，外面都是用水泥包起来的，看不到。但是你们要看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是你要想到，都当时那个年代能够把这个盖起来，真是不简单的事情。我们孔子诞辰，我们启明堂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们是拜11月农历的11月初4，因为我们的先贤就是这样子拜啊。我们启明堂有启明堂以后。我们先贤都是这样子拜，所以我们沿袭下来，我们不会去跟他更改。对，木工我们是拜2月初5，农历我们都讲农历的2月初5。木工老祖他这是先天的，这个不属于是什么一行业，他是先天的。没有
他木工老祖跟那个金母娘娘，就是跟那个基督教在讲的那个亚当跟夏娃一样的那一种性质的，嗯，这个我们无从了解的，因为这是先天的，这是在无极以前的事情。这么早哦？对，无极不是太极哦，无极才生太极哦。更快更早呢？更早更早，对。最上面那个就是孔夫子，哎，但是文圣。他旁边那两个也是算他的徒弟吗？旁边那右边这个没有胡子，那是颜回夫子。哦，颜回哦。啊，左边那个是真身夫子，中圣。啊，这是复圣。啊，底下这个就是关圣帝君。啊啊，右边那个是关平太子，左边那个是周仓将军。哦。哎。哎，啊，我们这边。这个小港这边是，这是岳武穆王，啊，那边拜的是郑成功、延平郡王。啊，这个岳武穆王他比较少呢。哎，不少哦。也不少哦。对，我知道宜兰有一家那个武庙，就是拜这个岳武穆王哦。哦，是哦。我们三楼这里是拜的是三官大帝。哦，三官大帝。对，因为一般有拜那个玉皇上帝的，他一定要有三官大帝。啊，有三官大帝的，一定要有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。这个属于这个都是还是儒释道教的？这个属于道教。对，道教，所以他这个有三官大帝的，一定有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。哦，那儒教就是孔夫子。对啊，还有关圣帝君本身也是儒教，啊，这边是地藏王菩萨，那边是观世音菩萨。哎，啊，我们这里还有武文昌帝君。哎，武文昌帝君就是那科举考试用的，哦，那个文恒帝就是关圣帝君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笔就对了吗？这是圣笔。哦，圣笔哦。对。哦，很大呢。对，很大。嗯，哎呀，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放在上面，还是我们帮他放？我们帮他放。哦，我们帮他放。对。那如果要考试的话，还有祈愿卡。哦。我们这里还有祈愿卡。我们这个就是因为他这是地圈嘛，这是玉皇上帝，所以有九龙。我们这是九龙池，这是龙天四府九龙池，啊，那是风雨雷电。哦，风雨雷电。对，要祈求国泰民安。对，那这个就要来这边拜。啊，我们那个里面养的鲤鱼跃龙门，步步生年。哦，这个含义就对了。对。所以大家来这里拜一拜啊，养养鱼，看看它的一些建筑，养养鱼都很好的。对，我看这个比较少有呢，这个这里面是那个什么，那个雷亚卡，哦，用雷亚卡做，雷亚卡就是人家在西晋那边海边都有啊，哦，有那个拼凑起来，然后再上色就 对, 對, 對, 對，啊，把它磨亮了。哦，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建筑呢。对，我们这里的建筑比较特殊一点。哇，还有一些书法让人家参观就对了。这是我们举办的书法比赛。我们庙里面自己。对对对，这是国中组的，我们。高中大专写的。对，高中大专组的。哎，啊，这些对联都是请书法家写的。那个对联都是请书法家写的。所以下次来就知道要怎么去来欣赏我们清明堂的美了。对。啊，你看到。看到我们四楼这里，你会炸舌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是金碧辉煌，而且那个金都是纯金的哦，那个不是油漆哦，纯金哦，纯金，金箔安上去的哦，我们用的都是纯金的哦。那这个跟楼下那个一样的吗？因为人多嘛，我们应付香客，应付香客，对，嗯。我们这个上面这个都是纯金的哦，纯金安装的。都是用金箔直接。对，用千足的，用千足的纯金箔。啊，这个就是木工老祖。哦。哎，啊，这边是刚才过来，这是太上老君。他两个有点像。对，有点像，对。对，搞不清楚。对。对，对，啊，中间这是玉皇上帝。玉皇上帝就是等于无极的还是太极的？
他这个也都是这一些哈、哦、神明大部分都是在无极以前都有了，他是我有投胎好几世，好上面那是十七代，后面底下这是十八代，前后阵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金母娘娘。金母娘娘有的是叫做王母娘娘，啊，瑶池金母也不一样吗？就是这个，一样的啊、哦。对，就是这尊。还有很多法号，就对。对对对，有好几种称呼。哦，不然我们都不太清楚。对，好像好几个人。对，不，其实都同一个人。原来就是同一个，就对。对对，啊，过来这是佛祖。这个是佛祖。哎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。到这里来是哪一种是？是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。哦，我们在讲是就等于佛教的意思，就对对对。如是道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就这样。原来如此。对啊，这是太岁星君。太岁的哦，现在快要过年了，要赶快来。对对。办太岁要来。对，十年的太岁，十年太岁，看哪一个星君来值十年，我们就安他。这个跟底下那个是一样的，哎，我们这个都是金碧辉煌的，这是纯金箔的哦。啊，这样香的话熏也没有关系吗？所以我们这里香点的很少。对对对，现在我们减少，到上面来都只有剩下一支。一炷香就好了。一炷香，我们就是插在外面的炉。外面它里面尽量不要插，就里面没有香炉。哎，对哦，刚刚就对，感觉味道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里面没有香炉。但是我们这样子只有一支哈，一炷香。你看这个上面那个都熏的黑黑的，还是熏的黑黑的。哇，好在有管制，要不然更黑。哎，澳门只有插一支，只有插一支。但是，对，说香客很多，这边很多香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里香火是鼎盛的。嗯，你看这个还是照样熏的黑黑的，你看。对对对对对。一般我们很多人，像我们住高雄，就很少到上面来，不知道就楼下拜一拜。结果楼上还有这么漂亮的。我们这一对联，这一对对联，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是哦。嗯。这一对对联写的很棒哦，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玉光辉煌。陈静莹，这个是陈静莹，这个书法家是陈静莹。哇，就把它拓在这边就对了。哎。我们请他写的，我们这些字都是书法家写的，算是都宝贝了啦，都是书法家写的。大家来这里参拜，来祈求平安，啊，尤其是在读书的这些小姐、青年朋友，啊，你们可以到这里来拜武文昌帝君，啊，祈圣笔保佑你，明年金榜题名，啊，好，谢谢各位。